正式演练之前，刘宝龙先给我展示了八极拳的功力训练。这么靠的话，要需要这儿要有保护的东西。您能给我展示一下吗？可以，来，我给你看。是吧？就这块肌肉，你看我一抱这个劲儿，它这儿就有了。您放松，我看看，放松，哎，就没有了。摸的没有了，它是软的了。然后一抱这个劲儿，哎，这有一条。对，这一这我们明显就没有没有这块。就跟那个，这个倒三角似的。作为传统名拳的八极拳，以实战闻名，百年来从皇宫内院到军政要人，身边不乏八极拳门人的身影。提起八极拳，人们首先想到其刚猛暴烈的特点。眼前刘宝龙所演练的小架八极拳却风格迥异，让我不禁对其实战性产生了怀疑。这个东西只要练的那个东西对，他能出功夫，练好了绝对能翻身。咱说上台那个跟现在这个散打搏击，咱不是专业的，业余的，你要说跟那个没练过的，你有三两的你真不行。这个东西，哎，就这个感觉，你看是吧，不好看，非常低，而且这个马步呢，它不是正马步，它是个偏马步。就我觉得这有实战性吗？哎呀，实战性应该是很好的。那您给我演示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行行行，我打你是吧？对。如果你看我一上小弹，如果没弹，他抽走了，不是？抽走了，如果你看抽走，如果这个没有这一下，他撑我上面就这手抽回去，很容易就过来就来打我。一抽回去，跟着我就上这儿，你看卡到他膝盖这个地儿。完了，各方屈的，往这儿往前顶，完了往外撑他，你看咵嚓。哎呦呵，是吧？你一拦我，你看一拦我，他随着就可以变，速度还特别快。对呀，那肯定的，这个是抖膝，你看一抖，他只要重心一动，他上面就没跟了。你他一发，他肯定就出去。他想抖，你看抖他走不了，我这儿抄着，哗一跳，他想走他走不了，只能躺地下。我这，你看，啪这一掌要切下来，或者拍后脑，这一下这脸就完了。这好多跟套路上演示的嘛，那套路里边没有这个东西。你看他使挺好使，我使不见得就行，那还得功夫没到那儿。对。